你们在干嘛？蜥蜴啊！为什么要打蜥蜴？恐龙跟蜥蜴有什么不一样？蜥蜴以前是恐龙演化出来的。进行管制滑步车比赛呢？滑步车是什么？小朋友的不许卖。欢迎光临，小姐几位？逆时针，对，开水，开水。开可以转。我开很大，我水开很多，开我水开很多，想。请加碳粉，碳粉不是你加的吗？啊，这是加水吧，对不对？熔炉温度过高，请勿再加碳粉。家里也有大自然的味道啊，有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吗？把那窗户打开，海风进来就大自然。OK， 鹦鹉螺一个滑梯。这么多人，目前一号选手林立已经准备就位了，他的 push back 呢？隐形 push back， 盲名 push back， 加油 ，Go！ 我们要去找灌篮高手配乐帮你们配吧，快！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